生理裤是那种，那种体育课的时候会穿。你体育课会穿生理裤？靠，太赚了吧！大学体育课吗？对，因为我运动裤都没穿。生理裤，生理裤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就是生理，因为哦。酷比闹大学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芭比，我是 Marissa。今天第一次给你访，对啊，第一次，第一次访的，当然要把你邀请到我们学校来，哟，来试新。哎，其实我超想来试新很久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听说你们学校校风很不错，就是大家都会很热情。然后很会穿搭，自由穿搭，对对对，听说都很多潮男潮妹这样子，所以呢，潮姐，我们今天就要做一个叫做就是要对决，就是要对决吗？就是要对决，没有啊，完全没有，是评价的，对，是这样，我们两个呢，怎么样来对决一下？好，哪一个部分？看得出来吧？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来，还是哪一个部分？大家应该看得出来我们今天要比较什么吧 ？OK， 那就是我代表着。真理裤代表，他是真理裤派的大长腿派，对，我是瑜伽裤派的翘屁屁派，翘屁屁派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今天他们会比较喜欢哪一种风格。没错，就是来问问看男生们，也可以问一些女生啊，看看他们本身在学校有没有看过人家这样穿啊，或者是有没有比较喜欢啊，残酷二选一啦。我跟你讲一下，我们现在拉票吗？拉票哦。对，先拉票来试试。身为地头蛇，地头蛇这样用。对，地主队的部分呢，本身是不会穿真理裤出现在学校的。好、OK。但是我以前真的有曾经穿过真理裤去上体育课。其实我觉得真理裤上体育课还好像算得蛮合理的。我不知道，那个时候可能会觉得不太，现在回去想会觉得，哎，我怎么敢穿真理裤？但是真理裤我觉得的优点就是它那个版型。其实它旁边这边有开比较高、其实他们是有设计过的啦，所以它才叫真理裤，对，腿整个就很长，而且一部分是因为有一些裤子的材质还比较好，像我这件材质也还不错，所以它不会到整个完全往上揪啊，往上揪的不行哎。对男生来说，所谓的真理是因为这个屁股粘在外面啊，是吗？是吗？男生是不是是真理？点头摇头，自己留言 ，OK。好啦，我拉票差不多这样，就如果你如果现在你看、okay. 我刚刚走过来，每个人都在看、okay. 有没有穿裤子呢？这样 OK。我是觉得瑜伽裤也蛮好的啦，你知道瑜伽裤可以拉很高、所以你的那个腿看起来好像会显得很 长，可能他的腿骑在这里，那他越拉越高，越来越高，就看起来整个人比例很长。那下次要不要直接买一个连身，然后拉到上面，就直接那个运动衣？可以，那个会变成那个跳芭蕾舞里面的那个。太高唱，他都那把年纪了，太惨了。对，那我们就来看看，看哪一个？看真理还是看瑜伽 ？OK，Let's、okay, go，Let's go。想问一下，这么漂亮的女生，本身在学校，你会穿真理裤或者是瑜伽裤吗？我好像都不会穿，因为本身平常也不会吗？真理裤是那种体育课的时候会穿。你体育课会穿真理裤？靠，太赚了吧！大家同学好幸福哦。体育课穿真理裤是我。五年前的事情，我真的有穿过。对，差不多。你大学体育课吗？对，因为我运动裤都没穿。你修什么啊？好想修。没有，我现在没有了。现在没有了。大一修啊，大一的时候。Okay、那你的真理裤就是真的长这样吗？还是会再长一点点之类的？再长一点，就可能再运动裤一点。但漂亮女生穿这个是要人命哎。都不会。运动也不会穿瑜伽裤，睡觉也不会穿真理裤当睡裤。你是不是不运动？会运动。那你运动时候穿什么？可能是运动长裤，就是我像棉质的那种。两者给你选，你觉得哪一个比较 OK？ 我觉得比较喜欢是瑜伽裤，因为身材会显得比较好。OK， 那我们接下来交给 Marissa 访喽。那我投真理裤一票。原因是什么？你觉得两者差别差在哪里？人家都要真理了，怎么可以不选他？原因应该还是有差在你说一个是包紧紧，跟一个比较好看，就是看起来比较顺眼。
男生是不是有点像人家有讲过，不是我说的哦，科学是有研究，男生喜欢去看那个肉色范围比较大的。没错。那这样是不穿最好看？哦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超大欸，真理裤，真理裤，真理裤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就是真理，因为哦。真理裤对你们来说真的有真理哦，真理的部分你们觉得是哪个部分？假设有一天有一个女朋友了，她突然间跟你说：“欸，baby，我今天想要就是穿瑜伽裤出门好了，可以吗？”我觉得可以接受。哎呦，可以。OK 的。你不在她旁边哦。OK。她自己一个人这样走在大马路上，然后屁股很翘，这样走走走，男生都看着她哦。我觉得应该还可以接受，还在接受范围内。她未来的女朋友看清楚了，她这边有讲了，我们会。我们帮你预留一个部分在这里。其实我觉得是这样，因为他现在还没交女朋友。对，等到交的时候就说：“哎，欸，你不要穿这样子吧。”然后我觉得太露了，我可能会比较限制。真理裤可以吗？这样子的。如果是跟我一起出门的话，我就觉得可以 OK。欸，大家的答案都是这样。跟别的男生出门，我会把他腿打断。啊？那如果你女朋友穿这样，你可以吗？没问题。没问题，讲认真，讲不是只穿给你看，他穿出门的哦，穿出门的哦，有异性在旁边，走在大马路上，那个旁边阿伯按喇叭看他的那种哦，就是让别人羡慕啊。哎呦，哎，其实有一派男生好像真的是这样，对，但修蛋姐，你人不在他旁边哦，他一个人而已，要羡慕个屁啊！试试吧。还有一颗吃屎，哎，吃屎吃屎，吃得好开心呐。那你呢？你呢？不行，你不行，就是要在一起的时候。就留着自己看。对对对对。有在他旁边的时候，然后裤子太短，屁股让他露出来的时候，用手去捧住这样。是不至于，哦，那个私底下自己做就好。我不喜欢真理裤，就感觉穿起来会有点太随便。合理。哎，我问你哦，真理裤对你来说会不会特定想到某一种人，或者是某一群人都这样子穿？有这种感觉吗？喝家酒啊。不是我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你如果有没有在家里休闲这样子，比较 OK 的，我是 OK 的，偶尔可以摸几下。他刚刚有做动作，来，请放大家那个动作，摸几下。偶尔可以摸几下。你喜欢穿真理裤还是喜欢穿瑜伽裤？我不是的女生啦。没有啦，我就是故意。你就问他了，看他有没有听清楚。有，他听到了。真理裤、瑜伽裤，二选一。瑜伽裤。为什么？原因是啥？身材好穿那个比较，就是才可以穿得起那个东西。哎呦，这个见解我喜欢哎，欸。对你来说的话，整理裤就变成是说，可能其他一般人随便想穿都可以这样。对啊，没错。他就说立存跟瓦仔是直男嘛，我们就说他们两个都是直男 啊。结果他说，你觉得他们是 gay 吗？没有，我以为立存是 gay。完蛋了，立存是 gay 哦。欢迎喜欢立存的男生在下面留言，怎么样？干嘛？干嘛？真的就是听到男生们的回答，我真的是开始头晕。不会啊，哎，真理裤大胜哎，大胜哦！看来以后都要穿真理裤来学校了吗？没错，哇，那要成立一个那个真理裤战队，嗯，红橙黄绿蓝靛紫，你知道真理裤有很多颜色吗？有，我其实以前有买过，因为真理裤其实是流行一阵子的东西。那时候我买过那种会亮面的，我买过，我也有，因为我很爱紫色，紫色一定要买。哦，红色，那时候宝蓝色有，酒红色。觉得我先不要讲吧，等一下会有人敲碗哦。哎，我也蛮想看你穿的，其实想看 Morosa 穿的就留言，就叫 Morosa 穿真理裤给你看 ，OK？ 可以啊，好啊。到时候其他的想看 Morosa 穿，赶快到我们的那个闹大的那个会员。想要去订阅，赶快进去看，没错，说不定会出现哦。OK 啦，好啦，所以今天可能真理小胜了一点，但是其实各有好处，真的每个人看的观点跟欣赏的角度不一样。对啊，你看还可以拉筋哎，我就还是坐着就好。对对对，你先不要，你先不要。对啊，就是有人喜欢看这个部分，看臀呢。OK， 好尴尬哦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大概就到这边。所以如果你们喜欢真理裤或者喜欢瑜伽裤，或者是任何女生的穿搭，也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。没错。对，那然后一样记得帮我们支持影片，订阅跟分享留言，然后追踪我跟摩罗莎。喜欢我们的话，就是不喜欢也要追踪。对对，就是我们只是追踪，然后我们的 TikTok， 你的 YouTube。那我们其他更多的精彩内容应该都在我们的闹大会员制里面。是的，所以大家赶快订阅吧，里面一定有很多我们的那个闹大会员制。
先不要剧透，不要剧透，不要剧透。我怎么样？应该挺准。好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。拜拜。有够有够摧残感。